中寮乡八仙村附近的平林溪目前污染严重，河水浑浊，农田也无法引水灌溉。由于空气中常常散布浓浓的猪屎味，居民怀疑是当地养猪户排放废水所导致的。县府环保局接获陈情之后，到现场会勘，依法开出罚单，并将辅导业者改善。这边看下来，那个支流的地方都很臭，都很糟糕的。平林溪溪水浑浊，偶尔会随着风飘来一阵阵的恶臭，受污染的溪水也不能再引水灌溉，空气中的猪屎味更是让民众在吃饭的时候食不下咽。当地的农民怀疑是附近的养猪户将废水排入河川所致。哦，现在你们有没有闻到这边很臭，对不对？太臭了、啊，这一直这污染这样子哈、哦，实在很麻烦的，因为直接就排放了。所以你看这么臭的东西，人家怎么受得了呢？我们这边在地的居民呢，大家因为是邻居很久了，不好意思反映啊，其实内心都是很不好受，尤其是饮水的问题的、啊、那污染的臭味的问题，这个也是很大的污染问题，花一点钱把它的污水的部分把它处理好，这个是我们地方的这些一般的小老百姓的一个心愿。县府环保局接获陈情之后，马上派员到现场会勘，针对养猪户排放废水的部分依法开罚，未来也会针对业者辅导改善。那民众在9月30号的时候有跟我们陈情，那我们的人也立即到现场去，那因为现场已经没有在排放，但是还是有一些积证在，所以我们的稽查员呢，现场就依这个，排放的这个举证照片呢，就开单告发，那后续呢，我们会再请我们局里面的同仁前往查看一下，他到底废水处理设施操作状况到底是怎么样，来辅导他改善。附近居民肯定环保局的处置方式，也希望环保局能够持续派人监控，尽快辅导业者改善，让空气变清新，也让当地生态保育更加落实。记者张东仁，中寮乡采访报道。